然后最近我们解锁一个新的，就是睡觉姿势是这样。什么样睡来的？是这样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吧。昨天是这样睡的吗？是这样，这样，哎，怎么样？就好像就是这样子了。啊，对对。我们先摸一下睡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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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觉。嗯。昨天好像是这样睡的。嗯，我摸那个新姿势怎么样？好像就是这样，好像不是这样吧？不这样吗？对啊，因为睡觉，我们现在没有睡觉啊。但是睡觉平常你都睡在这边，我睡这边，来，我睡觉，来，睡觉。哎呀！我先睡觉啊，睡觉。我平时睡这边的吗？对啊，你平常是睡这边的。我们平时这样睡的，我们平时是这样睡的，朝这边睡的，一样。就是这样的，睡觉。嗯。好像是这样吧，好像就这样睡，是这样睡，这样吗？好像就这样，啊，是这样哈，是这样哈，嗯，好像就这样。当时就是这个手压到我的胸口，我很不舒服。对，是这样。你最近解锁一个新的，这样。那我平常还这样睡，喜欢这样睡。他平常喜欢这样躺在我这里睡，他平常喜欢这样睡，这样睡。想这样睡，嗯，他喜欢我搂着他睡，嗯。还有哪个不行？还有搂着这样搂，还有这样最舒服，还有这样睡，这样睡，还有这样，对对对，还有这样睡，这样大着腿这样睡，这样可舒服了，这样这个姿势。你最喜欢这个姿势啊？我就喜欢刚刚上面那个，刚刚那个，刚刚那样睡。你就喜欢偎着我怀，喜欢这样睡。还有这样子，还有我背过去，然后你一个手搭着，就只你就没有，你就只会一个手搭着，你就这个手搭着，也就搭着，还有这样子。嗯，对。你没有躺在我这里的，你是躺在这里。对，你躺在我脖，就依偎在脖子那边。还压着你睡。压着我身上睡，这个就不能展示。嗯，这就不能展示。嗯，展示没的。我最喜欢这样，刚刚这样睡，这样睡。而且这样睡是最有安全感，很舒服啊，这样睡。这样像你妈妈。嗯。然后我做你妈妈吧。不行。我最喜欢这个姿势，这个这样睡，这样这样舒服。但是我们每天这个姿势只能保持一会儿，要不然我会很不舒服，最多保持五六分钟，对吧？这样就像是老师傅，你们可以试一下，真的。可以特别有安全感，就睡得整个人都很舒心，睡得可舒服。Welcome back. Hi, ladies. You already know what it is. You can touch the Y-G. And another.